那你帮我翻译一下。土生土长的美国人，哎、他的中文也学得挺好的，然后他的中文也很好。比我见过，你元素也太多了。对，你到时候就帮韩老师翻译。翻译一下了，对他们，然后讲嘛，好吧，拜托啊，来，我们说，相应的，如果哪个物理词汇，你们直接问我，因为他他也是技术型的一个，商 ，entropy， 是 entropy， 好的好，那怎么都懂啊？就我是刚学数学的，极限级，极限级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来，韩老师来讲，哎，韩老师。哎，阿米卡有，刚才他说啊，对，我们俩刚才已经都是学物理的，都是从韩国交流。Entropy on the block. Yeah. Entropy. Large sensor. Where we going? The purpose is to displace entropy. 来，然后我们一个嘉宾是那个周鸿生，是也是搞学那个量子。啊。